这算不算是西施玩家的痛？对面五十强西施，3.7平，他这把什么都做不了。你们可以发现，这把西施什么都没做，他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，全在我鼓掌之间，兄弟们。对不对？抓到机会直接杀，哎，没有用。就你看，一个中单这种位置，一定要带领着队伍的节奏，打野在刷野怪的时候，你中辅就要做事情。看到没？王羲之，我逮到一次就弄你，我跟你说。元哥打西施，爷孙开，对不对？刚刚你们要过来！叫闪了，叫闪了，叫闪了，叫闪！西施叫闪了，兄弟们。接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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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一下。西施没闪现的，我等我一，等我一，等我一，等我四一，我四一吸收，他拦不住。接往上上，接往上上，我们的西施的痛。这个就是你要开中路，你要中路的玩法，你记住，你要玩中路，你就要这样子玩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